OK，好，所以你会比较熟悉的是说，有脑发出一个讯息指挥你的手掌活动啊，这个过程里面是在发出讯息啊，那个讯息的方式呢，神经基本上会用到电，但事实上它不完全只用到电，那所以把它先扩大来看的话呢，这些调节系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基本上通常我们会先从一个。 谈这件事情，其实最应该要讲的是说，你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现在在写字，对，因为你接收到一定的讯息，透过眼睛啊，也许是透过耳朵，接收到一定讯息之后呢，那透过手啊，然后把这个讯息的要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OK， 所以所有的讯息的传递呢，大致上都有因果关系。OK， 那个因呢，基本上呢，就是我们以前在讲那个生命现象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那时候讲说，其实课本里面讲生命现象那个感应到反应这个部分，事实上举的例子当然大家都很熟悉，而事实上它中间里面最难搞定的就是你要从感应到某一个现象，比如说温度的变化，对不对？然后那还有什么碰触的刺激，对不对？最常用的还是有接受碰触的这个刺激，那一直到产生一个应对的这个改变，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难的其实是那个过程，现象都很清楚。 然后也很有趣，但是事实上中间这里呢，牵涉到比较复杂的，你如何让那个因跟果之间能够有效的连接起来。好，那所以先看这个因的部分。这些讯息的传递呢，通常有原因，而这些原因呢，就用一个比较笼统的方式来招待这个刺激。OK， 那一般我们当然可以接受说，我们现在感受到现在就比如说今天天气比较凉这样子，那上礼拜上上礼拜之前呢，就一大早就很热。 OK， 所以你可以去感受的刺激呢，当然可能来自于那个外界的环境，可是同样的温度这个概念，你也可以在你因为感染的情况之下，身体发烧了，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体温异常，所以这个刺激其实也有可能来自于我们体内。所以不要常常忽略这一块就是。我们太习惯就是说啊，刺激一定都是外来的，不见得。有时候我们内部，比如说，你觉得口渴，其实是一种刺激，而是你身体。 在某一种意义上面是缺水的，对不对？所以补充水分基本上有可能比较辛苦，所以刺激的来源可能是来自于外界环境，也有可能来自于体内。好，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说，如果你要从结果来看的话，在因应某一种刺激发生的时候，生物体可能会产生一个对应的反应。 OK， 那这个反应的方式里面呢，有可能是透过。 有可能是透过一些特定的构造产生运动现象。那我们那时候讲生命现象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提到，因为反应当中，如果它是一种运动，运动通常是具有可观察性的，比如说肢体的改变，比如说位置的改变，对不对？好，然后所以一般来说，运动还算是可以把它归纳在生命现象，大生命现象嘛，代谢、生长、生殖、感应、运动，对吧？为什么不用反应？ 然后直接切入到反应的其中一个类型，叫运动，因为它可观察。生命现象当初就是希望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原则，我去看这个物体，然后呢，它能够呈现某些特质，所以我称它为是一个生物。那运动比较好观察，所以这个可以，对不对？因为另外不容易观察的，不容易观察的，比如说，现在一大早，那你大早。 像中午对不对？可能本来一直烤鸡在你面前，对不对？然后你只能看，又不能吃，这时候呢，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胃酸分泌它。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你的身体正在发生改变？有，看不看得到？不太容易观察。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说，你要把它归为生命现象，有点难。我们希望那个生命现象这些原则，要够简单，好易用。 所以最难的其实就是代谢，好，所以从刺激到反应。
你要让这两件看起来是不同的事情，好，然后他们要有因果关系，就是你要能够连连看，好，然后呢，它可以连得起来，这才有意义。所以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你想要接受刺激，生物体想要接受刺激，你就要有工具。OK， 所以这个工具呢，我们就称为好受器。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光的变化，声音的震动，对不对？你的皮肤上面有触压、冷热、痛等等，啊、这些感基本的感觉 ，OK。然后舌头的味蕾上面基本上呢，可以感受到酸甜苦咸。好，所以你能够有这么多可以接收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刺激，就是因为你身上的工具其实还蛮齐全的，啊、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受器，然后可以去接受不同的刺激。对啊，那要有这么多不同的工具的原因，是因为外界或者我们身体内来的这些讯息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啊、比如说温度的变化是一种意义，对不对？然后你尝到那个苦味啊、酸甜苦咸啊、等等苦味啊、那个可能有另外一种意义，对不对？痛有另外一种意义啊、所以要因应这样的刺激的形式呢，要产生合适的反应啊、所以工具越齐全，表示呢我们对于周遭理论上能够察觉的变化就越齐。好，然后接下来这反应的部分呢，要牵涉到一个，就是如果你要运动的话，要去提到谁？要去提到肌肉，对不对？一般主要是肌肉跟骨骼合作产生运动现象。那如果你要有分泌的现象的话呢，就要去提到腺体。好，所以当一个生物体要去产生一个，因为某件事情，然后所以我现在要这样子做的时候 ，OK， 你要有特定的部位或构造产生这些现象，那我们就把这些产生反应的部位，这叫动器，所以由动器去产生反应，而反应当中，对不对？感应的部分，那感应的部分，你看感应可以列为是谈生命现象。反应的部分，运动好观察，可以列为生命现象。所以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回归到那个生物体的构造面来看的话，整个生物体的构造的特色当中，哦，那你要有一些工具感受刺激，你要有一些构造产生对应的反应，对不对？那这显然的很有可能受器跟动器根本就落在这个生物体身上不同的地方，啊、哦，或者是说它根本就是不同的东西。那你如何让这两个生物体内的不同的组成构造，然后呢，他们的运作上，哦，有因果关系，合乎逻辑嘛？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由学校有重新粉刷黑板吗？有啊。我不习惯，擦不干净。趁这三天转转它 ，OK， 所以了解系统就在这地方扮演这样的角色。他先去看看受器这边有没有讯息进来，对吧？你先用脑去想象，用脑很好想。好，你现在脑部这边呢有没有一个讯息正在进来？进来之后呢，脑为什么要这么大？因为他开始要把这个讯息去解读。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视觉上，我们的眼球是一种光的受器，对不对？让你可以把眼前这边呢，先拍出一张非常大张的一张照片，然后接下来你会知道什么样的地方出现这张大的照片当中哪些地方出现的，对不对？啊，比如说布告栏上面有一些讯息，然后上面有文字，对不对？然后你开始可以解读文字上面的意义，对，一开始你是把文字读出来嘛，然后可是因为你脑袋里面训练出来，就是说我现在呢已经可以一边读那个课文，然后一边联想的这个文字叙述当中，它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嘛？哦，就跟你在听某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那个语词当中带有一些比较深的意涵，对不对？啊、哦，你的训练当中会告诉你，你不是只是在听这个人讲什么样的话，对不对？而是他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深层的意义。所以大脑为什么这么大？哦，他做的事情很复杂。OK， 好、哦，可是接下来当大脑把这个讯息处理完毕之后，你可能比如说刚讲的，
你现在看到黑板上的东西，然后到你手上写出来，对不对 ？OK， 所以手上写出来，因为这是运动啊，所以到时候协调系统、调节系统，它会再去下达一个指令，告诉应该要负责反应的部位，然后你再开始产生特定的反应。所以这当中最难的事情就是你要让那个因跟果一定要连接得很好。所以有一件事情其实最容易去想象，这个因果关系绝对很不合理啊、哦。比如说那个国中也教过这种概念，比如手触电，对吧？你们以前学那个神经系统运作，对不对？手触电就是接下来反射动作缩回嘛，对不对？当然手缩回来嘛，对不对？如果现在路上有一个比较尖锐的石头钉子，对不对？啊、哦，只要踩下去。下去，你们没有那个经验哦，不然踢到石头，直接踢下去，怪人石头飞出去，脚没事。你如都没有踩过钉子的经验哦，这么顺利啊？因为只踩过啊，这么惨。对，就穿过鞋子，然后腿已经戳到那个脚底了，然后这是我已经。神经跟孔差不多长，就是穿下去的时候，我有给他再多踩一点点，所以我脚拿起来的时候，因为那是人家做的那个陷阱，然后那个一个木条，来一共大概我脚木，然后上面戳了很多钉子，然后脚就踩下去，那所以后来脚抬起来的时候，是跟着那个钉子还有那个木条，然后再把它拔起来，那后来想说算了，我去打一下破伤。啊，那大概是这样子啊。反射对我来讲好像有一点困难，他啊神经太大条了。正常人来说，因为你应该接触到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的时候，比如说脚真的踩到钉子的时候呢，你脚应该缩回来，啊，这是合理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去想象一下，哎，比如说脚踩到尖锐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强烈的刺激产生了，手去挥一下，手挥一下干嘛？对，真正该反应的部位是你的脚，而不是你的手，对不对？手触电的，对不对？手触电的，这手没有缩回来啊、哦，然后还跟旁边讲说我手触电，有这种经验，哎呀，然后啊，不然就是手触电的，然后呢仔细斟酌一下，哦，那个100亿的果然还是比较强，哦，上次被12伏特的有没有？有些经过那个变压器转换的有没有？哦，变成12伏特、9伏特那种，哎，感觉还是比较弱。好，然后总不会这样子哈。好，所以就这个，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可以把格局放大，这是生物体内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就是讯息传递。那为什么是讯息传递呢？从受气接受刺激，这都不一定。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味蕾可以接受化学物质的刺激，你的嗅黏膜感受到嗅觉也是化学物质的刺激啊、哦。但是你说我去碰一下皮肤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件事情有没有化学物质的问题？没啊、哦，所以有些受气它是依据化学物质来运作，有些不是，那叫机械性刺激或者叫物理性刺激。好，所以这边以前就不一定，但这里以后几乎都是这样子。受气到调节系统这个地方，它怎么把这个讯息啊转成一个可以告诉调节系统现在这个刺激的类型啊性质啊，它是透过化学物质告诉它，然后等到调节系统呢要去告诉某一个部位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主要也是靠化学物质，对啊，所以它会释放特定的化学物质，引起特定的东西，然后产生反应。那反应这当中，你看肌肉活动有没有牵涉到化学物质的分泌油体？没有，但是腺体却有。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最可怕的是呢，它牵涉到生物体内呢，好像在这个讯息的传递现象当中，它要动用到很多的化学物质，然后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如何精准的分泌，你到底要释放哪一种化学物质？对，然后浓度可能也会有影响，部位可能也会有影响，啊、哦，所以这个东西，如果用一个你们学过的例子来讲，
胰岛素的分泌时机是什么时候？啊，胰岛素的功能是在你的细胞需要那个养分，它才能够运作，它需要能量。好，所以你可以丢一个它最熟悉、方便使用的能量，像葡萄糖或其他单糖也可以。但问题是，是长辈长，哇，我不会告诉你。好，细胞运作需要使用能量。OK， 糖类是一个廉价、方便、哦、好使用的能量。那问题是我们发现，就是说，当你要叫一个细胞，请你把葡萄糖拿去用，连这件事情，哦、你都要下达一个指令给它，胰岛素就代表这个指令。OK 好，所以胰岛素分泌的高峰，对不对？以一天来讲哈、哦，大概有几个明显的时间，比如说，假设你早上几点钟？7:30。都7:30，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你可以去测血糖。好、哦，这大概是你早上这段期间里面，啊、哦，血糖大概现阶段这个时间点，啊、哦，算是比较高档的，但不会超标，因为它只是相对比较高。啊、哦，因为我们身体有一套维持血糖稳定的机制，还记得吗？肾脏，啊、哦，才刚考完。好，那接下来呢，随着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慢慢的被你用掉，所以呢，这个血糖呢，就是这样，对不对？好、哦，所以降到一定的这个水准，所以接下来呢，你们所熟悉的，如果血糖偏低的情况之下，那赶快把很多的糖挖出来使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最方便就近能够挖出来的糖，就是肝脏里面的肝糖，对不对？所以升糖素会去刺激肝脏，将肝糖分解，然后将这些分解后的肝糖分解之后产生的葡萄糖，再送回到血液当中，然后去补充血糖的不足。所以你看，胰岛素基本上只在你身体的那么一丁点的那个部位啊、哦，有一些细胞有这个分泌的功能。那它会在什么样的时机大量释放出来？就是在你的血糖明显偏高的时候 ，OK， 它就丢出来啊、哦，因为血液当中充满了那个营养物质，对不对？请细胞赶快把它拿去用，对不对？那万一细胞真的就没有能力，它现在就没有这么忙，它不想用这么多，对，这个时候呢，肝脏可以帮忙把一部分多余的血糖转变成。肝糖储存起来，对不对？所以储存也是一个减少那个血糖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个就是讯息。对啊，好，那神经的部分其实也会有。好，所以接下来把这个公式啊、哦，把这个公式基本上就在每一个箭头这个地方，其实呢就想象说这里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化学物质在这地方啊、哦、协助讯号啊、哦，能够从起点然后连到终点啊、哦，然后产生适当的反应。那以神经细胞来说的话呢，也这几万人，所以这是公式。当然，你只要想到神经、内分泌跟免疫的时候，基本上脑袋里面先把这个公式搬出来，然后我们再来谈神经如何在这个架构上面，然后呢能够运作出属于它的特质。所以。每一套系统，毕竟我们已经把神经、内分泌跟免疫把它区隔开来，表示它的功能面一定不一样，功能面的不一样一定可以反映在它的构造上。好，所以神经系统这个部分，同样在负责讯息传递这件事情上面，那它怎么样利用它的构造的特色，然后完成它要做的事情呢 ？OK， 所以我们就发现整个神经系统它的组成就是由。神经组织所构成的，人体四大组织：皮膜、结缔、肌肉、神经。你看，然后神经系统，神经组织是最特别，它可以直接从组织跳到系统这个等级。OK， 这个概念就很像那个植物。植物的话，基本上它常常也是这样子，它直接从组织这个等级，然后往上一步呢，就建构出一个
符合整个生物体运作的一套复杂系统。好，所以神经组织可以直接跨过那个器官这个层级，然后跳到系统。那神经组织既然是组织，代表的是它一定是有一群形状上相似、功能面相似的一群细胞所组成的。那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成两个类型，一个是负责做讯号传递的，一般都直接称叫神经元。你可以把神经元基本上拿掉，挂上两个字神经细胞也可以。啊，因为这大家已经习惯使用了，所以你就稍微留意一下。啊，大家已经习惯把那个负责传递讯号的叫神经元。可是只有它不够，所以呢，现在呢还要有一些协助它的细胞，我们就称为叫做神经神经胶细胞。啊，所以整个神经组织里面呢，它就用了这两种细胞，然后构成的组织的层次，然后再利用组织的整合呢，变成是构成架构出我们人体一套复杂传递讯息的系统 ，OK 之一，然后就是神经系统。那神经元一般来说，通常我们要去凸显它的构造的特色是这样子，它的细胞膜的表面呢，会有很多的凸起物。去把神经组织取出来，然后先用亚甲蓝或碘液去染出细胞核的话，那你就会找到那个细胞核所在的位置。接下来就很明显，你会发现细胞核所在的这个附近怎么有很多那很乱的线条。好，那这个是因为神经细胞用了一些手段，让它的细胞膜表面可以向外延伸出去。好，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细胞最自然的造型一定是这样。因为表面张力跟细胞膜的脂双层的特性，最自然的细胞造型还是球形，所以你要把它弄出特殊造型，这一定要有一些方法。高三再讲这件事情，不对，下学期就会讲到。所以呢，第一个找细胞，当然还是先找谁？找细胞。那细胞核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细胞质最主要分布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这个范围。好，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可以把它称为叫做细胞纹。那从细胞纹体的表面会有很多凸起物。你可以用很白化的方式直接把这些凸起物就叫做神经凸起。那因为它是细条状的线条，所以另外也常被称为叫做神经纤维。那神经纤维怎么去看待它？你暂时先把它想象它很像电线，只是很像，它毕竟是用细胞做出来的东西，绝对跟金属导线不同。好，但它的概念上确实是可以用那个导线来去想象它，所以你先把它想象它像电线一样。Okay, 所以电线把它拉出去长一点也是好处。这道理就跟如果你现在呢随便成立上一个开关要接到那个电灯上面，对不对？我可以只拉一条电线就搞定。你去想象，如果你现在拿那种小电线一段一段的慢慢接，你要接到苹果机才接得到，对不对？中间还不知道发生什么错误。所以电线长一点有它的好处在。好，那所以这些凸起物呢，
如果把它当作就是神经纤维，如果把它当成电线来看的话，那我们后来就发现，神经系统在运作的时候呢，大致上它会希望它在传达讯号的时候，这个讯号呢可以维持是固定方向。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原来这么多凸起物里面呢，不同的凸起，它在讯号的传递的方向上其实是可能不同的。所以举例，这个是一个，是一个运动神经元，跟你的肌肉衔接的神经元。我现在画的，是按运动神经元，可是神经元很多不同的类型。运动神经元当中呢，像这些数量相对比较多，整体上长度比较短的这些，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树突。就这几条比较短的，你把它叫做树突。为什么叫树突呢？因为它代表的意义是，这边是讯号的输入，讯号是从这边进来的，因为它毕竟是细胞，电线长有它的意义在，但是以细胞来说，你说你能够让一个细胞变形到什么程度，总是有限。那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身体基本上太大了，不然你拿恐龙来想，对不对？如果你现在一个神经细胞从恐龙的脑，然后一路传到恐龙的尾巴这边，对不对？我们这个细胞基本上那个电线也太长了一点，所以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运作架构当中，电线要去接，那是必然的现象。那你可以减少接的次数 ，OK 哈。好，那在这个前提之下，那这个神经元它其实就必须要去跟另外一个神经元衔接的可能性，你看，那所以他们讯息呢会交流。好，所以这边是输入端，表示在它更前面的地方有人提供讯息给它。那谁会负责提供讯息给它？搞不好它的前面又是另外一个神经元，对？那搞不好它的前面是谁？搞不好只是受器，对不对？受器直接把一个讯息交给它去处理，像我们的视网膜上就是。也视网膜上面呢有色素细胞，可以感受到光的变化。对，一旦这个讯号成立之后，它就转交给神经细胞，去把这个讯息传到我们脑部里面，然后去解读，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好，有讯号的输入端，就会有讯号的输出端，所以讯号输出端我们就称为叫做轴突。以运动神经元来说，它的轴突就这么一条。而且特别长，所以很容易可以判断的出来，最长的那条一定是轴突，其他几条短的全部都是树。那轴突代表的是输出端，讯号会从这里出去，出去之后到底到哪里不一定到达目的地，因为电线要接，所以搞不好它的后面又是跟下一个神经元，也许啦，也有可能到达目的地，所以这边呢代表的是输出端。好。以神经系统在系统完整架构的时候的运作方式，这个输入端、输出端是比较明确的。另外的情况我们再来谈，这样子。好，那再来有一个构造的特色，一定要跟你强调，因为我们身上的神经元总共可以分成三个类型：感觉神经元，直接去接受器的；联络神经元，在你的脑跟脊髓里面出现的。运动神经元通常会接动器的 ，OK 啊，所以这三种神经元呢，它们的外形其实落差会非常大。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这张图，这种树图就是这么短，树图就是要很多，然后轴图呢，它一定很长，轴图只会一条。这些指线于哪里？指线运动神经元。如果你现在谈感觉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常常是一进一出。或者也是可以多进一出这样子，然后那个联络神经元就更麻烦了，联络神经元，比如说你就会希望你的脑袋里面那些跟处理你现在学习讯息有关的这些神经元呢，都会多进多出，然后这电线呢越分越复杂这样子，先天上你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先天上，其他是后天的问题，所以树图是不是一定要是短？不一定。轴突不一定要很长，树突是不是一定要很多条？不一定，轴突不一定永远都是一条。
对啊，所以刚讲，你不要背这个图，因为所有教科书一定都拿运动神经元来当例子，啊、哦，但不代表你所看到的它的特色可以套用在感觉神经元跟联络神经元。好，可是接下来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好、哦，看起来也是很合理的，因为呢，这边有一条电线。假设呢，我们现在因为讨论的是运动神经元，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可能真的是接动器，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想象一下，你看呢，脑部这边地方，这条运动区发出一个讯息，然后会借一下那个脊髓，好，因为这边一定要经过脖子嘛，所以说先借一下脊髓，到了脊髓那个颈椎这段过去之后呢，再从肩膀这个地方呢，电线再走出来，然后走出来之后呢，要控制你的手，好，所以。只要是脑部要控制手的讯息，你看它基本上要经过的路线都是哪里？要借脊髓一段嘛，对不对？然后从过了脖子之后，电线就出去。那你的手，我可以动拇指，那也可以动小指，对不对？那这边是由不同的肌肉在控制的。那结果呢？这边如果拉了一大堆的电线，然后通通拉到你的手上，然后这些电线呢，在你手臂的这段过程里面呢，大家各自走自己的路，那是不是很乱？你看。马路上那个电线基本上就有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可不可以先把这些，反正它都要经过这边的这一段路的所有小电线先捆成一捆，所以那个家里那个电话的线路是这样子的，有没有看到用黑色皮的，大概这么粗的，那通常它架的不会特别高，比较矮的那种，然后到你家石头，就把里面的其中一两条小电线，然后再把它分出来接到你家，就通到电话就通到你家了，懂吗？为什么不用电力？因为电力基本上那个概念又不太一样，但是要变压。可是那个电话线路啊、哦，那个电话线路基本上是一大捆，那里面密密麻麻的小电线，啊、哦，所以就有点像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在离开脊髓的时候呢，我先让它变成是一捆的电线，让这个线呢走过的地方，哦，为什么路经过的路是相同的？我捆成一捆，它不会在我身体里面。好，那样子很杂乱哦，那个线路很杂乱。等到过来之后呢，接下来到手掌这边哦，你负责控制小指头的，我就把其中一条小电线分出去，好、哦，让你对应到小指头上面，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要控制，比如说那个中指的，然后再有一条小电线对应到中指上面。所以最明显的就是有没有曾经在这地方敲过？这是手肘弯曲第一个最大的凸起，然后你现在。手半弯曲的时候，尽量让肌肉放松。那你现在往内侧这边抠过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山谷？因为再过来一点，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凸起？所以这个大凸起、小凸起中间这个小水沟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山谷的地方？你用手指尖去给它抠一下，不然就用力抠一次。那没有勇气的，直接对着那个桌角。对，这边，然后你去敲看看。不过因为我发现用抠的比较容易，用敲的有时候都敲不准。你慢慢敲下去，那感受一下。你现在，因为这个这样子算是一个额外的强烈刺激，所以这里有一条电线，这里有一条神经。那这一捆电线，它一定它负责控制你的手掌的特定的区域，所以你只要对这一条大的电线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之后呢，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这条电线管你手掌上哪些地方的肌肉。最明显的就是手掌哪里麻掉了，哪里麻掉？看到吗？你连肌肉放松一点。那有些人因为那个神经比较深，对，比较深，所以因为你们之间那种怎么样？就是努力刮刮刮刮刮到最里面的地方，反正这边也不会痛啊。哦，那个弄到最里面的时候，再把它抠一下，那就瞬间就从那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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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经过这个地方，对到之后，你自己试哦。合理来说，你应该会感受到这一半边是麻掉，所以表示什么？这几个。你每一个关节都要能够这样子活动，对不对？你想，这也要用到多少组的肌肉？这也要用到很多条小电线，对不对？所以这条大的电线过来之后，它就管你这一区，是啊。这样可以了解，我们的电线的分布方式也是有精心设计过的。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那个电线，如果你不做绝缘，如果你把它想象成它像电线的话，那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我现在有一捆电线捆在一起，那本来呢，只有这一条电线出去的部位呢要发生动作，可是这五条电线呢没有做好绝缘，所以这个讯号呢本来应该只顺着拇指的这条线路走，啊、哦，结果呢它们之间啊、哦、短路了。所以这个讯号出去的时候呢，连带的另外四条小电线也跟着接收到这个讯息，所以这个状况就会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哎，动一下小指头，动一下小指头，然后呢，那个什么，结果无名指也跟着动，这样子，那、啊、没事呢，手掌也稍微弯曲一下，哎，奇怪，可是无名指只要动其中一个指头，对啊，甚至于只是要动其中一个关节，当然拿这个不好，因为你的无名指跟小指头就是很不灵活，你真正比较灵活的是这三指。啊、哦，所以比如说，另外有一条电线，那条电线就抠不到了，啊、哦，那就想说，哎，我明明只是要动一下拇指，对不对？那就去动一下那个食指，啊、哦，而且我只是要动拇指的第一节的关节，对不对？那怎么会整个拇指都弯曲之类的？所以电线的绝缘很重要，如何做到绝缘呢？神经胶细胞就可以发挥这个功能了。只要是那些比较长的凸起物，它的表面呢就会被一个一个的神经胶细胞把它卷起来。OK， 所以它的样子会像是白色，如果我们这边把它做一个切面的话，然后把它放成另外一个方向来看的话，那你就会看到呢。有一个细胞专门负责把神经纤维给卷起来，它是扁的，卷起来之后，它可以让这个纤维的外面多了好几层的细胞膜。细胞膜对电解质有什么样的功能？它不是会选择性的让它要不要通过吗？所以当神经纤维上外面呢多卷了很多层的细胞膜之后，那些电解质要通过就很。就用这个技巧达成绝缘的功效，我们把这个构造称之为啊，这种黄色、啊、红色一节一节这个把神经纤维整个包起来的啊，这种构造叫做髓鞘，然后这个髓鞘是用神经胶细胞做出来的，然后每一个髓鞘就要用到一个细胞，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这里就要用到一个神经胶细胞，所以一虚一二三四五九十啊，可以吗？好，好，再来一个另外一个，先把这个一起讲完。髓鞘之间呢，你如果要做绝缘，合理来讲，合理来说，既然要绝缘，我那个电线呢这边捆一段，然后呢我就一直捆下去就好了，啊，结果它不是，它就跟你这样子，两个髓鞘之间就刻意保留一个小的缺口。是刻意留下的，好，所以两个髓鞘之间一定有一个地方的电线是突入的，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好蓝氏结，或者有人把它翻译叫做朗氏结。好，这些都是它的特色，所以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经组织当中的合作关系。好。如果白色就是神经元基本上负责传递讯息，那可能需要绝缘，不绝缘你就短路，所以这个讯息就会有问题，看啊，有没有看过《罗伦佐罗》这部电影？有，我看到小朋友很可怜，到后来发病严重的时候，他不是有时候明明是躺在那边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突然间就抽筋起来，很痛苦哦，对不对？那他可能只是大脑里面闪过一个念头，不小心因为短，不小心没有要控制他的手，可是因为这个讯息的短路了，结果手就突然抽一下，那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手要动，但是他的脑呢也没有要控制他，对不对？所以一切的原因就在于他整个这个讯息的传递过程当中发生问题，电线去就怕点，这样可以想象吗？哦，所以那小朋友，你可以去看一下，就你每次看到后面都很难过，好，人家活得很辛苦啊，好吧，先到这边。